iBond 首日在港交所挂牌，每份全日都企稳106元楼上，最高见过106.9，全日的成交接近150万份，成交额有近1亿6千万。获分发一手的投资者首日的账面已经可以赚到670元。今次 iBond 认购有大户可以获得最多44手分配，首日已经可以稳待29,480元，如果连埋派息，回报可能超过10%。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否认在分配 iBond 时有偏袒大户。我想iBond 嗰个认购咧系理想嘅，100亿嘅 iBond 嘅认购系理想嘅。咁今日上市咧，我哋即系睇睇嗰个市场嗰个反应点样样啦。但系即系初步嚟睇咧，系应该系唔错嘅。抽得几多算系多啊？44算唔算多咧？44，我觉得系中规中矩嘅。呢个系最多嘅。最多是44，但是一般人来讲都是少过10的。今次政府发行 iBond 总共有155,000多人申请，市民认购数量如果少于44手都获得全数分配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李思敏报道。